亲爱的博俊，和你在一起其实就是那么的轻松，那么的简单。虽然没有烛光晚餐，也没有玫瑰花，可是最让我感到满足的是你专注地看着我的眼神。那个眼神里面常常充满了一些温柔、包容，还有一些平静的力量。感觉上好像我就是这个世界上那个最唯一、最完美的人。我觉得很谢谢你是这样子的看我，然后也谢谢你常常会无条件的包容我的个性和脾气，也常常在生活中带给我一些快乐还有平静。在未来的日子里，其实我也会期许我自己，在你想飞翔的时候，我可以尽力的支持你，但是在你需要休息的时候，我也可以提供我的肩膀给你。未来的日子里，请多多指教。我爱你。誓言现在已经不流行山盟海誓了，但是呢，我要跟你呢一起分享以后的生活的酸甜苦辣，还有同甘共苦这样子。然后遇到什么困难呢，我们都要一起牵着手呢，一起去面对它。我的誓言就是这么简单。谢谢大家。好，丫丫，你今天以后哈，你就进入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。啊，以后结婚以后，你就跟博俊共同生活。啊，这是那个生活上一些哈，你们两个要互相体谅、互相了解。啊，博俊，我就把雅怡交给你了。啊，就是夫妻要互相扶持，以后要共同奋斗，以后人生里面哈，你们两个人就是一定要携手到老。啊，今天就是郑重把雅怡交给你了。啊，你要承诺要照顾雅怡哦。好。Here we stand, the world awaits. We'll let the stars tonight light the way. Hand in hand.
的好友。备齐，阿祖，三，三七啊，一啊 ，sorry， 就我。然后还要比赞哦，哎，不错，还不错，很厉害耶。曹文俊，谁觉得你装可爱了？啊，做菜给你吃。